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回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Red 啊！上集讲到咧，我哋咧遇到呢一个嘅肥仔啊，遭到肥仔嘅攻击，然之后咧失去咗呢一个 HM03 嘅呢招游水嘅技能啦。咁啊，小夏咧就建议咧啊，提议咧就不如咧搵一只嘅大钳蟹系嘛，同佢交换只鲤鱼龙嘅啊大钳蟹。咁如是者咧，我哋咧就要落到去水底去睇下呢个大钳蟹喺边啦。OK， 好，有啊大钳蟹，咁啊曝曝光线啦。哇！啱啱好一滴血 ，OK， 瞬间搞掂啦呢个大钳蟹。跟住就翻去拎俾佢啦。好，是但唔要一隻先啦呢度吓，唔要比加超先啦。其实我觉得比加超好似冇乜用啊，大家觉唔觉得？好似废废地咁咯。唔知大家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废废地啊，系啦，麻麻地。我交换咗啦。鲤鱼龙啊，鲤鱼龙啊，系唔记得 save HM03。而家你有咗咧水系精灵同埋 HM03就可以过河啦，甚至唔需要教你啊精灵。池波就系红莲同埋双子。听到有人咧话咧嗰度传住咗一只咧传说中嘅精灵，祝你好运。我有任务嘅，我同你行咁远咧，唯一嘅原因咧系惊你过河有困难。算啦，好好照顾鲤鱼龙。希望我能留低嘅，但系。剛才我好像飞得太快，他有一句我看不到他说什么。哇，加特防减速啊，你可以走了，其实加特防减速我们可以摆回入雪柜了，可以不记得 save 了，不过不要紧啦，因为都没什么用了，好好照顾他啊，摆他入这个雪柜，慢慢跟其他精灵一起玩，算不算一个好好的照顾，各位有一弹弹使用了冲浪。蛋蛋你识冲浪咁癫嘅咩？点样游啊，大佬？一粒蛋嚟嘅啫，又冇手又冇咩，我唔可以游翻似龙士帮帮我。好，剧情咧应该就要去到红莲岛啦吓，红莲岛或者系双子岛，双子岛喺度。呢只几特别啊！呢啲我都冇乜印象，我有玩过或者系遇过嘅一啲地图嗰啲美工。嚟啦！呢啲树同草都被雪咧覆盖住，系急冻了做嘅。好啦，火技吓，今次咧我哋嘅对手咧传说中嘅精灵急冻了。如果你哋发现到啲咩咧，记得要同我讲啊。急冻了篇章啊，虽然我记得咧我曾经遇过急冻了篇章嘅，但系我唔记得个地图系有咁华丽嘅咯。依家果然整一啲 game 咧，即系喺呢一只特别篇 Where 咧，好多一啲美工问题都整得几好睇。好麻烦嘅嘢，系咁撞怪，不用冰，跳落去试下先。TM 20系咩啊？有镜面嘅，点解呢个位？点解嘅？咁得个位有嘅啫，系咪有啲神奇嘅嘢头先发生咗？点样去揾呢个女仔啊？睇下先。我知啦，要攞嗰嚿石啊，但我哋冇嗰嚿石，所以揾唔到佢住。我睇下点样行过去先。呢个啊，呢样冇用啊，落去下面睇下先。冇啦呢度。重新嚟个，呢度推一格，再推。特强增强，特攻增强剂，都系啲冇用嘅东西呢啲。大口福。我去喷个蚊霸水啦吓，太麻烦啦，太多嘢撞啦，实在。又系呢一个，呢个喺宝石板已经系呢个阵嚟噶咯，系嘛？望清楚啲先。应该就向上推呢个搞掂啦，系啦。好，呢度，出到嚟咯。火箭兵团嗰个，急冻了。等等啊，睇下有啲咩特别先呢度？呢度冇怪状嘅，我哋 save 一下呢度。OK， 嚟啦！佢火箭兵团佢嚟捕捉咧急冻鸟嘅，好咁即系话咧要揿呢一个急冻鸟啦。OK， 呢度急冻鸟佢做乜唔喐嘅？假嘅呢只唔都系火箭兵团？你系我哋嘅急冻鸟啊，唔好阻住我哋嘅僆仔，你对急冻鸟做过咩？
你对咧急冻鸟咧一无所知，你想将佢咧从我哋身边带走啊？急冻鸟咧系一只唔中意打交嘅精灵，佢感觉到咧危险嘅时候咧就会暂停自己，令自己静止不动。诶、欸，有啲咁嘅事？你哋唔使知啦，打急冻鸟嘅主意点解？你要阻止我哋？哇，唔够打呢只，呢只要派奇异草，奇异草都唔得，比加超啦，冇办法啦，呢、這个一定要用佢嘅。十八福特，烟头锤，一嘢冚死咗。奇异草用催眠粉啦，中啊！飞快刀，飞快刀，飞快刀！急冻鸟要走啦，佢走咗，冇理个靓仔，急冻鸟重要啲。啊？又话急冻鸟唔会打交嘅，察觉到危险。啊，啱啱系咩？啱啱个解说系咩话？察觉到危险嘅时候会唔喐？啊，静止自己嘛？我记得啱啱有见过呢个字眼。嗰边有嘢喎。唔使问啦，呢一定系咁样推走咗先啦。跟住我哋就推落呢、這个，再推再推系啦。哎，我仲未有碎石啊，咁迟啲先有啦。嗯，咁样王者之证，再用喷雾出到嚟新地方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唔系头先嗰度？哎、欸，帮我回血喎、啊。诶，咁啱啦，我哋可以翻翻去呢个位置可以推石啦。咦，但系唔系，嗰个位置推唔到石落去嘅，就系呢个窿啦。我就想咧推嚿石落呢个靓妹度，咁但系呢个靓妹系点样过到去呢？因为呢个靓妹咧系冇嗰啲格仔嘅，过唔到去嘅呢个系嘛？唔知系咪咧？算啦。或者可能迟啲会有啦，我都唔知道。好，我哋继续剧情，去翻呢个位啊，应该呢度攞翻个精灵球先啦。应该呢边啦，我谂呢、這个洞穴，因为佢话要，哎系啦 ，OK。见到火箭兵员仲唔系急冻王先？穿山王啊，水技啦、啊，搞掂。好啦，入到呢啲洞咧，又系要喷雾嘅，一啲麻烦嘅洞，全部都有啲咩蝙蝠。啊，呢度解唔到，呢度出嚟嘅应该系，所以唔系行呢度啦。呢度，咦？咦，冇其他路咯，但系好似。仲有冇路行啊？嗯？呢度推上去，推上去，哦，解到喎，原来唔好意思啊，呢度系解到嘅，系咁样解。诶、欸，我接到命令咧，要消灭你啊，一个僆仔，同你打好啊！泰山压顶，哎，封我几？瀑布光线，啊，应该急冻光线好啲。被人打死，转冲转冲，转三拳石，意念头锤，哇咁痛嘅黐线，点岩石爆破先？水之波动，一下收咗我档，哇咁劲啊！呢只嘢真定假啊？大外兽咁劲，系咪外系咪大外兽嗰只？我仲有一只精灵咩话？我做唔到，我变成咗啲咩？一个要谋杀一个靓仔嘅人，嗯？我做唔到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咧系半变半徒嚟，一旦俾佢哋发现咧，佢哋植入我体内嘅咩芯片就会启动杀咗佢做戏嘅。我知道我必须要做啲嘢嘅。哇 ！OK， 佢仲有精力，但系佢唔想对我呢个靓仔作出一啲伤害嘅行为。如果你身体咧被抌入去一个冰冷嘅水入面，你嘅身体需要几长时间先会俾水下嘅压力咧压死？等我嚟试下。咁复杂，一个泡沫光线差唔多死啦，系嘛？咁都未死，好。或者我哋下次会谂到揾到呢个问题嘅答案。好啦，呢边唤醒巴掌，呢只有啲麻烦，先用个蛋蛋试下先，整个催眠佢叹下，好。再换只，哇！一换即刻醒，会否太癫？剑士波，
颁奖嗰阵卡比手啊，复古替身舐佢，再舐，哇舐死，有啲麻烦啊，因为我只大力蛙死咗，得翻蛋蛋同埋卡比手噶，赢唔赢都成问题噶。催眠粉先啦，跟住用念力啦。哇，咁嘅伤害死得咯 ！Oh no， 啲伤害自然之力咧，暗影球，暗影球，哇！催眠，生个蛋先，再生蛋，催眠，哇，救命啊！哇，死咗啦，输啦呢场嘢应该，哦，输咗啦。Pokemon Center， 哦，喺浅龙寺出世，啊，浅龙寺复活，好远啊条路，喷个靓雾先啦，有啲难打，好冇关先，好冇关先，阿帕怪继续，好冇关先，酸液炸弹，睇嚟唔可以净系靠大力蛙，因为水系咧，水系佢哋好似好多一啲精灵可以防范到，有啲麻烦。唔可以用死大力蛙，但如果唔用死大力蛙，我又未升呢住。喺、啊、呢、這个洞穴其实比加超可以升下呢嘅，不如比加超行头啦。跟住呢又唔好用喷雾啦。好嚟啦，哎，咁快俾你见到喎，十万好得，次二星换重换大力蛙。哇！佢用液态尾巴啊，想用大口福啊，换比加超，十万福特，奇异之光换做大力蛙，再用急冻光线，哈哈哈！咁就可以俾比加超升下你啦。咁啊，多少少一个打击啦。个打击唔会净系得水系啊、普通系啊、格斗系呢啲，但一下打唔死佢，有啲麻烦。出到嚟啦！五条有条，吸动力喺边咧？我最好唔好靠得太近。嗯，冇喺呢度，哎有啦有呢度。嗯，一日都系你啊，搞到你失去咗咧急冻鸟，你知道太多呢、這个地方咧，将会成为你嘅墓地。双打，哇，一只蛋蛋正、啊，一个电磁波，一个睡眠。哦，冇中到，十万伏特一只，呢只麻痹，跟住催眠一只。nice， 催眠咗啦！哇，几劲嘅一蛋蛋，果然单打高手嚟，双打高手嚟一蛋蛋。哎，即系再催眠，再十万伏特，跟住又用自然之力，高速升升，生蛋啊，生唔到蛋，因为佢已经满血，唔可以俾比加超生蛋，唔可以生俾比加超先啱。太令人失望咯，我以为咧你打低咗马志士啊，同埋阿吉会有几犀利，呵呵哦。如果我精灵完全康复咧，我可以轻松打低你两个，或者咧，但我哋永远都不会知道噶啦。再见啦，靓仔。嗯，系急冻鸟啊，快追啊！报告所有队员，急冻鸟咧，正喺度从咧双子岛飞去北方，快追。好安全啊，但系代价咧，急冻鸟为咗保护我而放弃自己安全。急冻鸟篇章结束，因为太过弱小啦 ，Red。太弱小嘅关系咧，令到急冻鸟咧啊，要牺牲自己。哇，着晒火喺度，我被烧伤啊！咩事喺度？又系火之兵团？呢个边个嚟噶？肯定唔系下一伯啦。佢见到我哋呢个理由已经足够啦，可以铲除佢。我仲未咧回血啊！等等等等，我哋终于出现啦嘛！半途或者呢个孩子咧会一祸得福啊！去啦，烈焰啊！你讲完啦嘛？紧鬼！哈哈哈！哇，又系你呢个靓仔，哇！篇章二十，心红徽章，你为咗我冒咗生命危险，哈哈！或者啊，我叫下一班啊，你咧啊，嗰啲人点解会追杀你嘅？佢哋点解会叫你叛徒？唉、哎，你睇下，我系火箭兵团科学家嚟嘅，咩话？火箭兵团嘅，出嚟啊！下一班见到你噶啦。睇嚟咧，嗰啲靓仔、嗰啲兵仔仲未放弃，我哋需要转移阵地。你可唔可以咧，俾一个火山岩我？咩树叶仲有火焰花瓣啊？喺边度揾啊？寻宝啊！嗱，依家要我呢嚿啊，火山岩花瓣，
哇，真系喎！仲有咩啊？花瓣仲有咩啊？干树叶啊？唔会呢嚿啩？唔系？咦？应该唔系呢度啊？干树？诶，呢度系咪？哎，搵到，他们就很干。乜鬼嘢？好得。好啊，呢嚿啊，以后咧需要搵一个合适嘅地方咧，分散佢哋嘅注意力啊。点样合适嘅地方？龙尾嘅。咁点样分晒住嚟？合适嘅地方，合适嘅地方分晒住呢度啊，系啦，用呢啲嘢咧，我就可以咧产生足够魔砌嘅产生火啊！吓，点解要产生火？你嘅精灵唔系可以喷火？你明明都系火啊！佢哋喺度计划偷袭，快啲我哋去嗰度咧集合，计划成功啦，快走！我真系谂啊，点解你唔搵呢只烈焰马整啲火出嚟咧？我哋冇时间啦，快走啊！科学家都系低能嘅，系啦，啊，好犀利喎！竟然谂到用呢啲嘢点火啊，可以整一啲火花出嚟，但系佢谂唔到自己只精灵可以喷火随意。好，咁去边啊？我仲要兜个圈去第二度添，点知吓、啊？有咩地方喺下呢度啊？火焰？我哋唔可以一味走啊！下一步我哋要反击啊！呢啲火毒平时唔同喎。咩嚟噶？哇！呢、這个外形系传说中嘅精灵火鸟啊，好似俾佢收服咗。哈哈哈！我会俾你咧后悔咧背叛我哋嘅下一把。你仲记唔记得我哋石英高原捉到嘅火鸟？喺佢无情攻击底下，冇啲咩咧可以阻止到佢，直至咧将一切都燃烧。要打赢佢啊！而家火鸟啊，急轻松啦，唔好行咁近啊！火焰鸟野蛮咧，而且咧冇办法预测嘅。先留个电磁波，哎呀！先攞蛋蛋之后催眠佢，好，已经完成咗我第一步，跟住用大力哇，再用呢个泡沫光线，再泡沫光线，好搞掂！哇，我冇办法接近佢啊，佢一直咧喺天空盘旋啊！你有一只咧可以同咧传说中嘅精灵咧打赢嘅飞行精灵系嘛？啊，我冇啊，冇飞行精灵喎，同一个识飞嘅战斗咧嘅对手战斗太难啦，唔好讲传说中嘅精灵，呢个系咩嚟噶？研究科学咧要分时间同地点嘅，呢个虎帕嚟嘅，听我讲啊，火鸟系一只强大嘅精灵，如果继续战斗咧，我哋都玩完啦。我喺火山有个实验室，攞住条锁匙去嗰度，去到之后咧就知道要做啲咩嘅啦。喺边啊？呢度啊？有咁多时间俾我，哇，好热啊！呢度阿爆实验室喺呢个火山某个地方啊，佢哋都系分晒喺度嘅，唔知我都要打赢佢哋啦，系嘛？单打得唔得？双打好难打而家。喂，第一只蛋蛋嚟咩？催眠到啊，催眠到啊，非常好。竟然可以催眠嘅时候太好啦！大师头照用，吸引光线，冇啦，用格斗啦，再吸引光线。哎，点啊？重打系地面技喎。唔要啦，杀我蛋先。哇，生得咁少嘅唔系话，哇，扣得十一，加得十一有冇搞错？系咪唔够蛋啊你？水，哦，十万伏特，蛋蛋用电力 ，Oh no， 皮草，飞叶快刀，飞叶快刀，哇，仲用狗味添，冇啦冇啦，要输啦，蓝色爆破，蓝色爆破。被人打死了要舐啊，跟住用啊，唔应该复古，应该继续舐，但系都冇啊，都输。佢个火太癫啦，实在个火焰咧一直烧住我咧，搞到我咧啲战力系咁减，而我得翻只大力蛙可以打得教，其余咧全部都麻麻地系，全部都劲渣。好，我哋再嚟多次。咦？呢度过唔到去啊？搞错啊！咁样行过去啊？太过分啦啩！好，唔紧要啦，既然系咁，好快啫过去。小海狮，咦，转咗人嘅？石狮 lady， 做乜鬼嘢呢个系？佢唔知佢原文系咩嚟咧？呢个人讲嘅嘢系，呢个应该系字幕翻译咗自己改嘅呢个系。咦？
咦，全部变晒普通人喎呢班。翻返红莲岛复仇，打赢嗰班咪火箭兵团。呢度一入到嚟咧，已系嗰个火箭兵团嗰、那个基地嗰个音乐嚟嘅。我哋一利用大力瓜啦，唔使问啦。OK， 啊唔得，唔应该用大力瓜，好惊死啊！用瀑布光线啦，系冇办法啦，急冻光线跟住。哇，好痛！唔好啊！啊，好在中到，有太阳喎、啊。有太阳佢都打唔赢我嘅，应该爬山顶系啊，因为佢冇应该冇阳光烈焰嘅，好估如果有阳光烈焰我就会输啊呢度，但可能又未至于去到输嘅，可能扣好多血咁啦。呢度系咩地方啊？哇！啲地形越嚟呢个啊，睇下呢条锁匙可唔可以打开门先，打开咗啦。咩噶？化石复活项目呢、這个就系下巴所讲嘅办法，都系啲毫无意义啊！咪呢嚿啊？咁即系话，应该系呢嚿咯。我谂系化石，我应该喺机器入面放啲化石吧？放跟化石、爪化石、螺旋化石、化石斧拍。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咧，复活嘅化石立即转移到电脑中，用户持有超过六只精灵。咁有冇咩啊？哇！我冇收精灵喎，大镬啦咁铺。哎呀，我冇收埋一隻精灵喎，咁我咪要重新行过。有一段视频，乜鬼嘢啊？唔知咩嚟喎呢度。即係话我要翻去放低六隻精灵，其中一隻先至可以复活啲化石啊？应该唔会啊嘛？否？退出是，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咧，即刻转移到电脑中。用户持有超过六只精灵，即系话依家喺我依家仲有冇喺身先？冇晒咯啲化石，即系依家系转移咗啦，已经应该系啦。我翻去电脑度睇，应该就会有化石飞龙啦。我估系啊，唔紧要咯，我打埋呢班友仔啦。自我激励，拍边个位？拍山顶，鸭嘴火龙，过唔光线，再来，打埋呢啲啦，唔争在呢啲。哇，竟然系你，虚张声势换重，啊唔好啦，照打，照打，哦，输咗俾佢，复得。话有 fit out 喎，但系我冇位何喎 fit out， 都有嘅，唔要复特咯。但系呢张复特真系好劲，电磁波，但系 fit out 都系一双打嘅时候先有用，因为唔要电嗰石火啦，唔要电嗰石火先啦吓，迟啲有机会用嘅先攞翻啦。哦，原来有中心嘅，咁啊唔同讲法啦。有啊，化石飞龙喺度啦！哇，加特工减速，冷静特性，冷静性格，唔紧要啦，因为化飞我都好少可会用啦，系啦，唔紧要啦。好，咁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 Pokemon 特别篇嘅剧情，系咁先，拜拜。